回府，长当。陆公大人，千岁千岁。我叫云娇，长生祠赫赫有名的小仙姑。他是我新收的干儿子。干爹，我这个手，我只要摸到一个人，我就能预知到他的未来。说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干爹会深深地爱上我，并且无法自拔。从今夜开始，你就睡在我的房间。父母亲人在上，仇人之女已结婚，我一定为我母父雪恨。我一定要离开这里。八方无门，九死一生。穆氏三族的仇，孩儿一天都未曾忘记过。我喜欢你，从小就喜欢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如果我爱一个人的话，那我会杀了他。你这个人没有感情了吗？原来我真的爱上他了吗？以后都公府就是你的家。蛰伏了这么多年，竟然为了一个女子。如果我们只是寻常人家的两个孩子该有多好。如果这些都是真的，那他的结局……别动，小心。不问结局，只问真心。你的命，我来改。